Good morning, Nicholas. 今日系冬至啊，打算食几粒汤圆啊？一粒，因为食一粒大一岁，我唔想咁快老啊。咁又系嘅，你一把年纪咯。咁我又唔同咧，我可以食好多啊。喂，好啦好啦，我哋一齐嚟听一首好经典嘅汤圆歌啦。应该一年会播一次嘅。卖汤圆，卖汤圆 ，What a bam， 吹气。老板。啊，来。小姐要买什么？我要买三包椰饼。椰饼，很久没有卖了喽。哎，隔壁啊，隔壁那间有卖。哦，可是以前我们一家常来临明，我爸跟我妈就只吃你这一家的。不过我妈不在之后就很少来了，这次难得来到，想说买一些回去给爸爸吃。真不好意思，我都不记得了。嗯。你慢慢看，看有什么你喜欢的，你才跟我讲。嗯。啊。小姐，你赶不赶时间啊？老板，不好意思哎。不会，反正我孩子也是超喜欢吃椰饼的，我也很久没做了。嗯，还不错，可以撒。前后就可以了，其实还蛮容易推开耶。差不多可以撒芝麻了。就是这样子哈。这一招叫做心理撒谎。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姐姐。Hello， 哥哥啊，你帮我搞定这个汤圆啊，爸爸要弄饭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就留下来吃个便饭吧，反正也要等叶冰好。那真的不好意思耶，老板。我现在去烤。OK。